用了罚单，他来了。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于7月7日，也就是昨天，对蚂蚁集团开出了一张巨额罚单，被罚款金额在71.23亿人民币左右，约合10亿美元。这是中国近年来对互联网巨头最高罚款之一。那蚂蚁集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是位于杭州的金融公司，旗下拥有支付宝、芝麻信用等知名的品牌，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业务涵盖了支付、借贷、保险等多个领域。蚂蚁集团因为其强大的影响力，引发了这个中国政府对其反垄断调查的兴趣。那简而言之，这一次的罚款主要是因为蚂蚁集团在支付领域滥用了市场支配的地位，限制了其他竞争对手的发展空间。同时，该公司还未能履行相关的金融监管职责，会导致一些风险事件的发生，因此获得了这个71.23亿人民币的罚款。当然，这边蚂蚁被罚款了，那边支付宝不是，那边腾讯也没有闲着，腾讯紧接着也被罚款了30多个亿。那根据相关的信息表明呢，腾讯集团的相关机构及负责人一共收到了5张罚单，总共的被罚金额将近30个亿。这一对难兄难弟，真是你陪着我，我陪着你啊！一个被罚了71.23亿，一个被罚了30亿，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啊，都是好事儿。昨天阿里、腾讯加一起被罚了100亿，为什么说被罚了还是好事儿？昨晚上中概股大幅拉升，阿里涨了5%，什么原因？主要是因为从2021年开始的互联网利空告一段落，还有就是被罚之后，接下来就是蚂蚁金服重启上市，上市之后的市值和利润可比现在罚的要多得多，到时候你会申购吗？罚71亿却对蚂蚁是个好消息，这事儿怪不怪？刚刚出来的消息，蚂蚁被罚70多亿，腾讯被罚30亿，这可都是天价罚单啊！尤其是蚂蚁的71亿，更是历史第三大罚单，放在以往市场肯定大震荡了。可是也在同一天，阿里的股价突然开始狂暴，直接大涨6%，这是过去2年都不曾出现的事情。为啥会这样呢？因为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2020年 IPO 被叫停后，蚂蚁集团开启了漫长的整改之路，当时估值曾大缩水3500亿美元，约2.5万亿人民币。可是到现在，整改原因全给你们找到了，都在这71亿罚款的原因里。原因一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简单说就是在支付宝上的广告不合规，泄露用户信息以及部分产品解释不到位。原因二是违规参与银行保险机构业务活动，包括违规参与保险代理、银行理财产品、互联网存款产品等等。这个简单说，蚂蚁没有保险牌照却卖保险产品，而且有些产品像极了非法集资，最典型的就是相互保，原名为相互保，符合条件的成员加入后，如遭遇重大疾病，可申请获得30万元或者10万元的互助金，费用由所有成员分担，共担大病风险。这明摆着像是众筹，搞不好还是非法集资，却叫保险的保，是不是骗人呐？后来改为保，玩文字游戏，但风险还是在呀。而且由于成立1年的时间就积累了上亿用户，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了。一名用户被拒赔之后投诉无门，保监会说不属于商业保险，打银监会电话，银监会又让打上海银监会电话，投诉的结果就是转到支付宝。规则上相互保啥也不是，而它也代表了蚂蚁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干了很多规则还没有定好的事，因此监管只能持续管着不撒手。现在这一罚全在罚单里了，意味着对蚂蚁集团持续2-3年的监管结束了，也意味着蚂蚁解决了所有问题，也能将此前所有的事情一笔勾销，从此可以毫无历史包袱的向前走。而更重要的是，蚂蚁暂停的上市可以重新启动，那么2.5万亿人民币又有机会回来了。与此同时，微信支付那边也一起罚了30亿，意味着啥？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罚款对过往几年反垄断的一次结束的标志，告诉中国所有企业，努力搞钱搞经济的氛围时代要回来了，嘿嘿。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最新的新闻，蚂蚁集团及旗下的机构被罚款71.23亿元。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事情对蚂蚁集团或者是对阿里来说必定是个坏事。长期以来，阿里一直是在推动咱们国内的方方面面啊，包括生活金融，它就像一个班级里边啊，一个学习非常不错也有能力的一个好学生，偶尔调皮捣蛋，站位不稳，做一些伤害别的同学的事儿，但是老师还是认可他的这个能力的啊，希望他有这个改正，也并没有放弃他
啊，通过罚款一系列手段让他只要是改正了就 OK， 你还是一个好学生，还是有能力，还是能为班级啊荣誉某个方面做出贡献的。比方说大家被大家诟病的相互保，包括一些类似于我不说洗钱吧，差不多这种事情在阿里强大的时候都有所跳动，屁股有时候不那么正，但是阿里也在积极的改正，态度也是良好的，国家也没有放弃他的。可能很多人对于阿里不是特别了解，马云最近出现在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有阿里收购的一个电商企业叫达莱赞，他辐射是巴基斯坦跟孟加拉国，他同时还收购了土耳其的网站群体二，不仅仅土耳其，他有东南亚的电商莱赞达。所以阿里的布局跟国家的战略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高度吻合的。包括他的速卖通所以他在这个电商这一块他可能做的事情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他不光是电商，对吧？所以说国家还是对他抱有一定的期望值的。所以罚款以后他可能蚂蚁集团可能就有上市的可能了。再说一个还有一个事情可能大家就对照的，有一个集团在国内就弄了商家怨声载道，现在又在美国上市，又在老美上市，上市以后呢又开拓海外市场，把中国的供应链产品以零元购的形式向海外给一些国家谋福利，把这些资金通过正当和不正当的方式，我不说转移，反正到了海外，这种企业我认为才是国家也没有处罚他，就像一个班里的坏孩子在国家抛弃的之前眼看了高楼起，下面我就不说了，大家都该都知道。最新消息，蚂蚁集团被罚了，总共罚了71.23亿元，70多个小目标啊，究竟多大事儿竟然被罚这么多钱，然后这件事儿又跟我们普通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通报很长，挑关键信息跟大家说一说。重罚的原因跟蚂蚁集团的各类业务息息相关。根据官方通报，蚂蚁集团及其旗下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涉及公司治理、金融消费者保护、参与银行保险机构业务活动、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履行反洗钱义务和开展基金销售业务等等方面。这些内容涉及了互联网金融的方方面面。假如说你是一个互联网金融的使用者，那么你的权益有可能就被损害了。违法行为多，所以后果很严重。这些违法违规行为每一条单拎出来都足以让互联网企业抖三抖，这也恰恰证明蚂蚁集团他们的问题不仅大而且多还深而广。其实作为蚂蚁集团的金融产品的使用者，我们每个用户都可能是被侵权者，正因为如此，监管才重拳出击，罚款71.23多亿。这其中既包括没收的违法所得，也包含惩罚性的罚款。当然罚款不是目的，也绝不是以罚代管，而是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让蚂蚁集团痛定思痛，依法依规的服务好用户。处罚还要求蚂蚁集团关停违规开展的相互保业务，并依法补偿消费者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相互保曾经的用户，有利益侵权的话，接下来蚂蚁集团就要赔给你钱了。除了蚂蚁集团被罚，金融管理部门近期也对邮储银行、平安银行、人保财险和财富通等公司实施了行政处罚。维护消费者权益永远在路上，支持这样的处罚。